Coffee. Yes.季子棋，你知道我为人多正直。嗯。刚才要在你的强迫之下，我又对你妈说善意的话，我良心真的过意不去。我觉得胸口灼热，难受，想哭。你要怎么对我负责？算欠你一次，你想怎么样？想要怎么样都可以吗？不要太过分的话，应该都 OK 吧？给你弄烫一点。